中国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较量是个什么较量啊？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经济体之间较量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跟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较量，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较量，它是因此它是很艰巨的。那么最终台湾问题的解决应该还是就靠实力靠政策，最主要的呢实际上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实力，就是我们讲的国际格局中的那个力量对比，我们讲的台海形势基本格局中的那个力量对比，要使它发生这个变化，发生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大陆的变化。